这是我们的游戏，叫做凉拌翘鸡蛋。讲重点，后面这三个还不能用。进去第一关哈，入门。游戏的主题，游戏目标就是要把主角弹到这个锅子里面，对，把它煮熟了就过关啦。第二关有新的机关，对，它就会弹出去，就是这个，这可以点，点下去之后它这个就会弹出去。那一开始进去了，你绝对会这么想，欸，我想要绕过去，就把它弹过去，欸，发现，欸，根本就弹不过去啊。那我从这边弹弹看，欸，这个铁蛋是干嘛的？后续的关卡我们也会用蛋的属性、机关，还有第一关你蛋丢的位置也有关系，这三个作为关联来设计后面的关卡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下载我们的 APK 来玩玩看。